够。那首先我们这款手表呢，看到我们正面是有一个表面表镜都是用了一个进口的材料。那表的本身呢，它有四个按键，那分别就是功能键，然后这个是设置键，那这个是一个复位键，那这个就是冷光，就背光。我们这款也是一款主打，就是它可以晚上发光的。那再看后面的话，我们这里有一个不锈钢的一个拉沙电的那个效果的一个表扣。那我们打开来看呢，打开来看的话，我们的底盖背后呢，就是我们的电池位。那电池这个使用非常方便的，就是用一颗硬币把它拧开。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具体怎么操作。对，那首先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一个开机，开机的话就是按在这上面这个键，长按三秒，当它出现 hold 的时候，打开就，那现在就是开机状态了。那等它现在开机之后呢，那我们先放旁边。首先的话，因为这款是蓝牙手表，那我们首先呢是要下载一个APP 软件。苹果的话呢，我们先进入这个APP Store。那走到手说这里呢，我们就打上Youngs Youngs， 然后 Youngs Watch。 那看到我们这款 APP， 然后我们点击获取，然后安装，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等待它的安装。